家庭社會咧，大家互相幫助，都互助互愛啦。你幫我，我幫你咁，咁咧先至好啦。我曾經有人幫過我，咁我都要應該出啲名帖啊，幫下人啦。有能力嘅應該要幫下人啦。我做咗廿幾年義工噶啦，我哋喺香港居住咧。咁啊！大家你幫我，我幫你咁樣。香港要有關懷愛心，大家互相幫助，咁樣啲咪就係香港嘅精神啦。